大陆和大马女神蔡卓宜因参加节目相识相恋，谈了近两年的地下情，终于是在去年12月正式官宣，而且还爱得越来越高调，不止合体出演情侣综艺，王大陆还陪女友回马来西亚探亲，之后蔡卓宜也爱相随来到台湾。不过看似好事近了的两人，今天却爆出疑似情变。蔡卓宜24日在 IG po 文写下，从上个月20号开始发生太多事情，很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都经历了，让他深感这个月好漫长。还说没有痛苦就不知道原来快乐是什么。最后向自己加油打气，29岁人生的开始，勇敢菜菜不怕困难。一连串充满含义的发言，加上有网友发现两人似乎已互相取消追踪对方IG， 所以大家都在猜测他们的感情是不是出了问题，好多网友都在留言去关心，两个人不是好好的吗？这就没了吗？如果在一起是缘分，那分开也是，你值得更好的人。不过针对分手传闻，王大陆和蔡卓宜都尚未给出正面回应。